哎，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 Dream 玩过 MC 的或多或少都知道他是谁，有很多 MC 玩家都喜欢用 Dream 的皮肤来游玩游戏，今天我们的玩家与朋友也不例外。朋友特意制作了一个红色的 Dream 皮肤，两人在做了简单的交流后，朋友便直接撒腿开溜了。本局朋友是逃脱者，而玩家充当猎人的身份。话不多说，看视频前请各位超牛玩家动动你们牛气的小手，看到视频中这个点赞按钮了吗？长按它三秒钟给视频支持一下，谢谢啦。玩家追了没一会儿后便来到了一处沙漠村庄，眼看朋友跑进了一间村民的屋子，但玩家追进去后，朋友竟离奇的消失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玩家一脸懵，也没看到朋友退出服务器啊，难道他喝了隐身药水？那更不可能了，哪有一开局就有隐身药水的？以玩家对朋友的了解，这肯定是朋友使的一个计谋，自己可不能上套啊。于是玩家先在附近进行发育，朋友应该还在村庄附近，他肯定没走远，他应该是想趁着玩家不注意出来偷袭他。玩家心里早已手拿把掐，果不其然，玩家在进入到一处矿洞时，朋友试图偷袭玩家的后背，但当场被玩家察觉。来了，老弟。于是一场紧张刺激的追捕又开始了，但又追了没几步后，朋友再次消失。这不科学呀，难道朋友今天真的作弊了？玩家还是不相信，他也懒得去问朋友，肯定一会儿朋友就又出现了。玩家准备继续去发育，结果这时候系统提示命令台已经加载，夜晚阶段启动，随即烈阳高照的白天就变成了黑夜。玩家感觉情况不妙，再次回头，玩家看到朋友的身影，不过紧接着旁边冒出了一个长着双脚身材魁梧的魔人，说着就开始追击玩家。玩家毫不犹豫地开始逃跑，情急之下玩家发现了一处岩浆池，一个侧身跳跃走位，这个魔人来了一个岩浆浴，开心的嗝屁了。玩家很是兴奋和得意，他在消息框向朋友发出了挑衅。当玩家再次看向前方时，他发现了朋友就在前方站着，可玩家追过去后突然有两个红色 Dream， 这是什么情况？玩家一脸懵。此时一个红色 Dream 说话了，他说他才是真正的红色 Dream， 那自己的朋友呢？玩家赶快拿出手机给朋友发出信息，问他还在不在游戏内，结果他才发现在此之前朋友已经给他发了十几条信息了。朋友说他的游戏突然断线了，服务器加不进去了，原来自己玩了半天在跟一个陌生的玩家在玩。玩家细思极恐，但他还是有点半信半疑，他觉得这就是朋友。随后玩家又在矿洞中看到了两块告示牌，根据上面的指示，玩家获得了一把 Dream 杀戮之剑，这把剑是专门针对红色 Dream 的。好了，现在不管你是真的红 Dream 还是假的红 Dream， 玩家决定游戏到底。而游戏的天色再次变为了白天，就在这时玩家在周围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，这是 MC 之前从来没听到过的。紧接着不远处一只苦力怕急速地朝着玩家撞击了过来，还好玩家身手不错，要不然就嗝屁了。随后又有几只苦力怕以同样的方式冲向玩家，玩家躲进水里才逃过了一劫。玩家此时开始相信这不是朋友搞的恶作剧了，因为以朋友的脑子根本不可能玩出这样的花样。那这个红色的 Dream 也太厉害了，玩家又制作了一艘小木船，在海面上总该安全一些了吧。但没想到玩家经过一处高山时，他再次遭到了攻击，似乎这个红色 Dream 知道玩家的一举一动，玩家的木船被炸毁，而这个红色 Dream 再一次出现，只见他骑着一匹骷髅马在海面上奔腾，随即消失在了玩家的视野内。看得出来红色 Dream 是有意诱导玩家，玩家赶快再次制作了木船，朝着红色 Dream 消失的地方前进。前方是一处黑森林，玩家多么希望红色 Dream 不在这儿，但是很显然他八成就在这儿，因为这里的地形非常复杂，适合隐蔽。前方高能就要来袭了，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激活弹幕护体。此时周围的天色又进入了黑夜，玩家并没有进入到树林内部，而是在边界悄默的观察着。但随后更离谱的是，玩家又遭到了恶魂的攻击，这就离谱的不能再离谱了，恶魂能凭空出现在主世界，可见这个红色 Dream 多多少少拥有创造之力。玩家又经过一番紧张刺激的逃跑后，这次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个红色 Dream， 必须要解决掉他，自己不能再受着窝囊气了。于是玩家开始主动出击，拿出了他的杀戮之剑，但玩家帅不过三秒，这个红色 Dream 似乎听到了玩家的呼唤，他又一次的出现，这次他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角色互换，红色 Dream 凡客为主，一个蛮王冲撞，玩家开心的嗝屁了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那啥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。